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小明，我们今天又来抽水坑了。今天比较外地的朋友过来一起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出海来抽水坑。然后我们这个水坑的话，之前这个水坑的话，之前有抽过一次，抓了很多鱼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水坑也很久没抽了，我们感觉这个水坑的话是我们目前抽过的最能聚货的一个水坑。然后我们期待今天的收获。现在水已经在抽了。 哇，这个什么鱼？哇，鳜鱼啊！鳜鱼，红斑。好，这个大。哦。来，来个端那边。今天晚上有口福了。还有是什么？黑毛鱼，看见没有？很久没看到黑毛鱼了。今天终于看到黑毛鱼了。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会比较阴暗一点，不过这个黑毛鱼的话还是太小了一点。 夹没了，那我这边找的也差不多了。那我们重新收拾一下，去外面买。现在潮水也涨上来了。哇，是不是过来抓这么多？你看，哇，其实你看多，你看也抓这么多。 鱼，哦，好爽鱼，哦，又是吧，哥，我一个八爪鱼，哇，这只大，还有它是一个吧，哎呀，哇，这太大了。 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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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给他们，给另外一个网友，还是你给另外一个网友？好，有小孩那个，小孩子那个，有小孩子那个。来，这两个感觉上。哦，我们今天抓了三只八爪鱼，然后就全部拿去送给网友了。他们是上古的，这个是我们当地的网友，然后他们也就拉给他们，剩下一些就我们自己带回家。然后鱼啊，一些鱼货也拉了一些蛋，让他们带回家。不，毕竟这么远的路途过来的话，不可能让他们空手而归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鱼货，然后这些我们带回家，海胆一个我们就不要了，放在码头这边不管他们。然后这些鱼我们就带回家了。然后那个我们抓了一条红斑，小的红斑差不多有6两左右，就拿到送给网友那个小女孩吃了。然后八爪鱼抓了3只，我们就也是拉给他们一人抓了1只，剩下这些我们就带回家了。这是今天网友们他们带过来的一些礼物，这是龙年那个网友他们带过来的，他是他们带了一些当地的特产，有那个紫薯干啊，那个地瓜片、地瓜生之类的。我们刚刚吃了一下，口感挺不错的，一些当地的特产。然后那个无锡那个网友他送了2个那个。当地也是当地的特产，他是那个送了2个紫砂壶给我们，就是这种非常精美的紫砂壶。然后我们也修理几个，也都挺喜欢的，也是他们当地的那边的特产，然后也代表他们的一些心意吧，让我们就收下了。然后我们也谢谢网友们他们带来的一些礼物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这样了，喜欢视频的朋友们帮我们点个关注，谢谢你们。拜拜。